绝不错过。今天是七三三的决赛，决赛对，压箱宝球要拿出来。对，开场赛这么热血的灵魂的表演，没错 ，Rocker， 然后都是一连串精彩的比赛，然后紧接着重大表演，然后再来后面的四强决赛，哇，哪受得了？在这里，心脏病都要发了，对，心脏病要发了。又拿三，率先拿下第一分。这边外线的出手差了一点，海文的王天垫步，再传出来外线的出手有。哇，我只说这两队势均力敌啊！五四，来上篮了，哇，转身投掉了。裁判老师这一场对女生的那个讲话是比较温柔哦。好，好，好，前提是好好他明明就不用讲话，跟我说好好，先闭嘴，先闭嘴。但是我们尺度是一样的，没错，对对对对，绝对不能有任何的松懈，对。目前双方比数1-1。下一次回去对上转身的投篮，没有你的出手，没有进去，这边传错了，有造成犯规，又打三，其实站上这舞台啊，除了你的实力要够之外，胆子也要够大，对不对？因为很多人在看你打球，没错，那个压力真的非常大，压力太大了，真的。一个，然后一个输，你可能就觉得哦，他好丢脸这种感觉，好不希望主持人念我名字，好不想，希望大家都不知道我是谁。安稳稳打完这场，然后离开。但可以站上这舞台，我相信他们除了休息有之外，他们胆子一样大，而且他们渴望被大家看到。对，其实上个篮球场就是够胆就站出来，没错，够胆就站出来。扛起来啊！扛起来！扛起来！有，我是不是还不太会？不是，因为有含喉糖，有含喉糖。好的，哇，这场比赛也是非常激烈的，目前双方都2-2，僵持不下。等一下，外线的出手偏了一点点，这边也来外线尝试。一线的进攻，一线进攻，一打还是差一点点。全场两队防守都很不错，所以现在这个进攻中的失误稍微低了一点点，发生一个失误，发生失误的是蔡永春，你怎么吓我？好，下我稳放弃，得分的是陈一杰。好，外线出手差一点点，距离的跳投，哇，单手抓下来，哎，绝对深哎，女生单手抓下来，我上一次看到女生单手抓下来，那是差不多五分级的，五分级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是孤雄，姚中明放进这一个，双方比数4-2，球被两个人夹动弹不得，中距离出手有，又是姚中明连续两分拿下，5-4-3，有耶。足球点出来，三分的差距。送去你的左手，这球直接送你对方。五号的切入犹如抱着橄榄球一般杀进去啊！很像在打美式足球啊！这一球我都把它命名为白金七七八那个比赛，真的。然后每一天是这么激烈的事。其实对很多人的话题来说，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。每天晚上在这边操，
其实不输你打一个全场。对，真的真的不输。我今天有稍微打一下，打一下，是累、啊，那是累啊，累啊，打了几分钟下来啊，打六分钟，打六分钟觉得受不了，打六分钟觉得这个月的运动量用完了。多久没运动了？一个月的运动量，六分钟就跑完了。十秒，这是从六分钟呼一声，好吧？好，现在长城，我记得你最远。三、二、一，挤住你的空间，差一点。还有你，长城蔡文真是你的两下。嗯，哇。哇哇，这个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，我觉得可以，那可以跟刚刚那个那个魏昭你比一下，对对对对，不过他也很笨，待会他们两个介绍，他们两个打哈欠没睡，哇，他们连打哈欠都没有睡，哇，这个居然还送什么宣传了，转身只要我后仰的到头，这个是大罗都做不出来，所有人都跳楼，确确对策，真的是做不出来，我先出手。这边抓到篮板后往里面走，哇，还不出来，怎么会呢？没有，我追。连分是五比三，两分差，直接进入最后两分钟。这边上篮速很快，可惜弹不出来。我切了，刘婷调了一下。决定用切的分球，有！我这礼貌非常厉害啊！蔡文成以前南湖高中的，我坐在我的对对对，杨宇坐在我的三二四的第一，其实聊到十三分，好，现在说他厉害，马上投，超前逼住，逆转的三分弹。第一场三分赛，又打鼾不前，稍稍落后一分，而且现在时间只剩下一分多的一分二十秒，越来越紧张了。恭喜你的跳投要扳平比数，有你拿到，给他陈玉文。今天的王牌选手。两下，三，往后弯，出手弯一点点，我会再抓他站。姚卓平，里面空档，空档，哎呀，自己再抓，再下，又被带出去。哇，这个篮下非常的激烈啊！可惜，可惜，可惜。啊，秒四十五秒，一米米抬头，抬头就在你的上方，但却又遥不可及。对。你的球就是用不到那里去，很讨厌的感觉。最后的三十秒，最后的三十秒，一个闪身，漂亮球，三比比数，二十秒，比数，紧张了，紧张了，紧张了，最后二十秒，十不了，十五，十四，现场的朋友待会都一起倒数好吗？都一起倒数。这时候犯规，你说好一起倒数，一起倒数好不好？九点七秒，我倒数呢，连那种第一都没听到。来了，准备啊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我们先让志远看一下有没有做罚球的部分。KOM 罚一球 ，KOM 罚一球，这一球关键。如果罚进，他就会带走比赛。而且这一球只有两种结果，要么进，要么不进。这不是废话？不是啦，要么进的球就好。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我说还是不会后面进，你那个起，好不好？有吗？有没有？哇 ！KOM 拿下这场比赛六比七，哇！双方都有签名。